people to praise God and refer to item number 20. Today's scripture is taken from Psalms chapter 130, verses 1 to 3. Let's read it together. Praise the Lord. Praise all servants of the Lord. Praise the name of the Lord. Let the name of the Lord be praised, both now and forevermore.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 to the praise where it says the name of the Lord is. Moments we had with our families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We can also have a good rest and reflect on our studies. We give you our anxious thoughts and receive your peace, because you said, "My grace is enough for you, for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Tomorrow is the 89th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Day.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and mercy in the past 89 years. Your name shall be praised. Thank you that you promised to be with us always. Bless our Thanksgiving Day. Bless our whole assembly and lessons today.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pray. Amen. Please be seated.校长、关礼珊小姐、老师、各位同学，早晨！我系 3A 班嘅吴欣琪，我系 3A 班嘅吴卓瑜。相信大家都知道阅读好处多，对我哋嘅成长有好大嘅帮助。不过有时候当我哋攞起本书嘅时候，好快又觉得乏味，提唔起兴趣读晒佢。究竟睇书系咪真系可以带俾我哋无穷嘅乐趣呢？今日我哋好开心可以请到关丽莎小姐同我哋探讨呢个话题。关丽莎小姐曾经担任编辑同埋专栏作家，佢唔单止中意睇书，仲写咗唔少适合中学生睇嘅小说，包括《中二丁班》《再见 A 班》同埋《云上的舞蹈》，并曾经获得香港教育城十本好读奖。喺讲座开始之前，有请校长颁发纪念品俾关小姐。唔该，陈校长。而家有请台上校长、老师移步到台下就座。有请今日嘉宾关丽珊小姐为我哋分享，题目系阅读人生。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学生、各位同学，大家好。好高興啦！今朝可以同你哋咧係講呢個閱讀講座。咁我就先講下一個真人真事啦。咁我先嗰排咧舊年啦年中咧就去跟宣明會去印度嗰度係探訪啲學生啦。咁睇下啲小朋友咧係點樣讀書咁樣。咁其實咧，唔係因為佢哋想揾個作者去，而係我係助養嘅，咁係隨機咁樣揾。咁去到咧就發現咧，咁好多團友咧，佢哋都好叻嘅。咁我哋去到一條村啦，咁去到一條村我行下，咁突然之間咧見到地下咧有好大好大嚿嘅牛屎啊！咁見到牛屎，我由細到大未見過咁大個嘅。咁然之後中間仲有個好大嘅腳印喎，我心諗邊個中咗招咧？咁然之後行下咧，咁然之後發覺咧，全部團友咧就不斷咁樣講，就係咧其中有個女團友啦，幾靚女嘅，咁就佢著條裙，咁就著涼鞋，對涼鞋咧係全隻腳露咗出嚟嘅。
咁即係只係得幾條幼帶嘅啫。咁可想而知咧，佢就成隻腳同個牛屎咧係有親密接觸嘅。咁大家講就話我冇喺現場睇啦。咁我後屘見翻咧，咁佢哋就成日攞嚟講笑，就係話佢行行下影相，突然間踩落去，咁附近啲村民見到全部 O 曬嘴，呆咗，心諗呢個人做乜嘢咧？咁就踩咗去，咁佢哋就即刻應變啦，就攞水啊，俾佢沖啊，沖洗咁樣。咁然之後，另外隔離有個男仔就捉住佢話：我哋向前行，唔好向後望，唔好再回頭望咁樣啦。咁呢件事咧，大家覺得好笑啦。咁不斷咁樣講，不斷咁樣笑，係無論係講咗幾多次都講好笑，就笑咗好耐啦。咁然之後嗰、那個女仔咧，俾人哋笑咗咁耐咧，你估下佢有咩反應咧？你諗下，如果係你嘅話，你會有咩反應咧？咁、那個女仔咧就係、是、不斷咁樣，我哋喺車度講親笑親啦，佢就話可以令大家咁開心係我榮幸，或者係我好高興能夠令大家感到咁開心咁樣，咁講咗好耐。咁然之後咧講下講下咧，就大家即係唔係再攞嚟取笑佢，而係覺得呢件事實在好笑。咁你哋諗唔諗到嗰、那個一齊去嘅朋友係做咩工作㗎？應該好難諗㗎啦，佢就係做精神科醫生嘅。咁希望你哋成世都唔喺醫院見到佢啦。咁佢就係不斷咁樣喺度諗，就係、是、我漸漸發覺咧，一個人係讀得書多同埋係唔中意讀書咧，係兩回事嚟嘅。你嘅氣質修養係完全唔同嘅，即係你唔係成日行出嚟話俾人聽啊，我讀咗好多書啊，我由細到大由初中開始咧，日日讀一本書咁樣，而係喺你日常生活當中咧，你會覺得是不同的，同埋去諗嘢嘅方法都不同。咁我諗大家人生在世啦，喺我唔需要睇啲乜乜師傅啊，乜乜運程啦。由羊年開始，係每個人你一定會遇到小人嘅，咁你一定會遇到挫折嘅，係唔會變嘅。你嘅人生一定係唔完美嘅，亦都唔會變嘅。咁但係問題係我哋點樣改變佢，或者我哋點樣面對佢？呢啲就係睇書嘅功效。咁我由於係時間有限啦，咁得半個鐘頭啦，所以咧我就整咗呢個 Facebook 咧，就將好多我平日睇書嘅習慣啊寫曬落去。咁我希望你哋聽完講座之後，翻屋企咁拉咗佢自己慢慢睇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係我個人選嘅100本經典小說。咁我後屘發覺啊，原來我都睇咗十幾廿本啦。咁有啲就淨係睇咗戲啫。我中一嗰時咧係睇David Copperfield 嘅。咁睇完之後，學校教嘅指定嘅。咁我就覺得好中意狄更斯。咁就圖書館咧就借咗佢好多唔同版本嘅，即係同一本小說唔同版本嘅中譯本。咁然之後咧後屘就再睇佢嘅《雙城記》啊，睇佢嘅其他作品，全部都覺得好睇嘅。咁而其他經典嘅話咧，我會覺得雨果啦、鐘樓駝俠同埋孤星淚嗰啲都好睇。你哋有冇睇過電影《孤星淚》啊？睇過舉手睇下。咦，都幾多人睇喎、啊？就係呢一個經典嘅小説啦。佢係寫1789年啦，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之後咧，一段時間就一啲小嘅革命。咁佢唔係寫翻法國大革命，咁《雙城記》就係寫法國大革命。喺呢段時間當中咧，咁改朝換代好多嘢轉變咗啦。但如果我哋今日睇會唔會過時咧？係唔會嘅。你睇翻當時咧，你會覺得即係未睇嘅，你得閒睇翻本小説啦。就係當時啲青年咧係胸有熱血，而其實係幾蠢下，佢哋係唔應該咁樣做。咁就係前人已經做咗一個咁嘅行為模式俾你睇到，乜嘢係啱，乜嘢係唔啱。咁你只要睇翻人哋做嘅嘢，咁你就可以避免唔啱嘅嘢，同埋啱嘅嘢，你就唔需要係再重新由零開始，可以由人哋研究咗個基礎開始。咁呢一扎書我會幾推薦中學生睇嘅，因為我自己都係中學時間睇。咁我當然唔會用而家睇嘅品味啊，或者睇嘅興趣嚟話俾你哋聽啦，就係睇翻初中。咁而一扎書咧，我會幾樂意介紹一下俾大家嘅。有冇睇過啊？呢扎書我自己讀中醫啦。咁讀中醫要去內地實習嘅，因為香港冇中醫嘅醫院。咁我去內地實習咧，咁就同啲醫生傾偈啦。咁喺內地做得城市醫院嘅醫生咧，係100%係全無例外啦，就係由細到大讀書都係考第一嘅，因為內地競爭太大啦。佢每年嘅大學畢業生係有600幾萬、700萬，差唔多香港人口咁樣。咁佢最好嘅1% 咧，就都已經好犀利啦。所以你哋將來如果睇長遠少少，
你哋面對嘅世界、面對嘅競爭就唔係香港呢700万人，而係內地嘅13亿人之中最叻嗰班。咁所以你就諗下，你係就而家開始上進，因為就而家開始諗定前後路，或者你中意做廚師啊，或者你中意做木工啊，或者中意插花咁樣。我試過有個學生係讀完中六啦。佢嘅成績係唔可以讀大學，咁佢寫電郵問我，去讀副學士，咁佢做暑期工係做一間Uniqlo 啦，一間日本嘅零售店，咁然之後佢話佢想辭咗份工，專心讀副學士，去讀副學士係讀法律嘅，咁我就覆翻個電郵話俾佢聽，你千祈唔好辭工，你繼續係做少啲鐘數，即係譬如一個禮拜翻八個鐘咁樣，你保持住呢份工。因為佢如果去讀法律嘅話，競爭太大咯，即係好多人普通通進修啦，即係譬如過咗18岁或者過咗20岁之後，佢隨時可以讀夜校 LLB 啊咁樣。但係你讀到個學位係好容易，你執業係好難。咁佢讀完副學士，我覺得佢執業嘅路係太渺茫。但係反而咧，佢喺嗰度起初30几蚊個鐘。咁而家由暑假到而家做咗唔加一年，而家有50蚊個鐘。咁我會希望去副學士讀兩年，兩年之後希望可以升做店長，因為其實佢未必相信自己係會咁樣，但我會相信佢喺零售業嘅發展一定好過喺法律界。咁我就呢啲就已經中六或者已經讀緊大學，係唔會再逆轉噶啦。但係你哋而家讀緊初中，你哋將來揀咩路，你而家開始決定係而家可以改變嘅。咁我想問一問同學，有邊個睇過《三國演義》嘅？舉手睇下。咦，好多喎！而家啲香港中學生咁得啊，真係睇過《三國演義》啊？咁我問一下你哋識嘅，可以喺度講出嚟啊！你知唔知劉備只馬叫乜嘢啊？咁真係睇過啦。即係如果我問咧，知唔知關公只馬叫咩咧？大家知道赤兔咧，咁因為佢太出名啦。咁但的路咧就比較偏滿少少，就睇過。咁我喺內地嗰度同啲人傾咧，就係100%係全無例外啦，係小學已經睇過《三國演義》啦。咁然之後男仔佢哋就話唔睇《紅樓夢》嘅，咁女仔就會睇《紅樓夢》啦。咁然之後四大名著啊、《西遊記》嗰啲咧，佢哋就當兒童書咁樣睇。咁所以佢哋嘅古文根底咧係好好噶。咁如果讀中醫咧，你古文根底唔好咧，你讀起上嚟就好難噶啦。張大春我會幾樂意介紹俾大家嘅，因為佢嘅書係啱中學生睇，同埋給孩子啲字咧，就係、是、每個中文字咧都係一個藝術嚟嘅。咁而家內地好多人喺度爭拗簡體字同繁體字邊樣好，唔使諗啦，一定係繁體字好。點解咧？因為當日我哋諗一個問題嗰時咧，我哋諗翻當日點解會有簡體字咧？就係1949年咧，新中國成立，文盲太多，佢哋咧就話啊，文盲太多，你唔識字噶啦，咁就用簡體字咧，我嚟掃盲，係即係減少文盲。咁所以簡體字咧係繁體字嘅甩甩漏漏版本啊。咁今時今日咧，亦都有好多內地學者咧就話回復翻繁體字，等啲人咧，等啲孩子咧知道字嘅美。如果你哋喺圖書館有呢本書送給孩子啲字咧，你借嚟睇下。或者是識得幾個字，第一本它是每個字是講得很源遠流長，講得很好。西西是香港中學生很多時課程是必看的，它是香港來講我很喜歡的一個作家。這本書是比較適合初中學生看。有沒有同學看過西西啊？看過舉手看看。這次真的沒有了，但是我看不到啊。未看過的科技看看，或者去圖書館借嚟睇啊！西西你睇咗之後係唔會後悔噶，佢嘅中文係寫得非常非常之好。咁佢後屘係患咗乳癌，咁當年嘅醫療技術唔係咁好，咁佢就做咗手術切除同埋做電療，咁然之後隻右手係廢咗噶。咁佢寫咗本好經典嘅書叫《哀悼乳房》。咁高中嗰時你不妨睇啊，而家睇可能睇唔明，因為係一個好新嘅實驗手法，係一半小說一半散文。散文就係醫學記錄，小說就係一個人由患癌症到康復嘅階段點樣。咁因為隻手係有種舉唔起啦，有種廢用。如果佢再唔喐嘅話咧，隻右手咧係完全廢咗。佢而家係用左手寫字。咁個醫生咧就建議佢學一下啲手工藝。咁佢所以咧就要學，咁佢就學縫製啲熊仔啦。咁縫製熊仔佢就寫咗呢本，係每一件衫都好考究噶。咁呢一個係應該係司馬相如啦同卓文君咁嘅故事。咁佢哋嘅衫咧係翻嗰個時代嘅衫，所以係值得一睇噶，都幾得意。
呢本系都啱初中睇嘅英文书。我喺网址入边，我喺 Facebook 入边有写噶。时间所限唔介绍啦。咁董桥都唔介绍啦，对你嚟讲太深。高仓健系日本殿堂级嘅艺人嚟噶，咁系最近死咗83岁，因为血癌。佢写过几本书，呢本系《南极的企鹅》。其实你哋有冇人睇过高仓健嘅电影或者听过嘅名噶？咁我哋喺香港嘅艺人咧，就差唔多100个咧，有99个好似唔识字咁样，或者话远离政治又乜乜。但系咧，世界各地嘅艺人咧，好多咧都会写书啊，或者系去中學度做講座咁樣。《南極的企鵝》我覺得係值得睇嘅，呢本係公共圖書館有嘅中譯本嘅，不妨借嚟睇下。住家風景都啱初中學生睇啦，同埋如果你哋中意考古嘅話咧，不妨睇下呢一系列書啊，我覺得係好好睇嘅。呢個係何福仁，係西西嘅朋友啦。我好中意睇佢哋嘅，即係我自己睇書啦，好中意睇啲我自己唔識嘅嘢，就係、是、時間的話題啦。我哋對時間嘅認識係點樣呢？就係、譬如霍金啦，霍金嘅時間簡史，咁佢就話時間好似箭頭咁樣一直往前走，我哋係誤會嚟噶。其實時間唔係咁樣噶，時間係無窮無盡噶，或者係你睇翻嗰本書會明白一啲。咁但係呢一個咧係講時間，我都會覺得好有意思，幾好睇。而我最近睇一個朋友寫佢嘅網址咧，就係話而家嘅每一日都是自己餘生，即是餘下來的生命最年輕。你們當然往後可能有80年啦，或者90年啦，這樣啦。我來說我就沒那麼長啦。就是我們怎樣用每一天的時間來度過我們的人生呢？你每天打機，其實現在的城市生活呢是令的時間變得很瑣碎的，就是每天打機，打完機之後睡覺，睡完覺之後上學，上完學之後放學，放學回去又好像咦天黑了，吃完飯又不知道補習好還是怎樣好。你會覺得我怎樣可以有時間看一本書呢？是不行的、哦、但是你會想想，假如你是為了你往後的日子，你就會想你怎樣令到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好的人，而是看多些書，看多啲嘢，或者係認識呢個世界多啲，你將來無論面對任何困難或者面對任何人，你都會係一個好突出嘅人嚟嘅。你唔會係俾人哋輸蝕，同埋你嘅勇氣係隨時都有，因為就係你自己內在嘅。呢個我點解要介紹呢？有冇同學中意想做漫畫家？冇啊，都好嘅。漫畫家嘅競爭都好大嘅。咁我就想講日本係漫畫王國啦。咁呢、這個高木直子啦，佢由小學開始啦，佢會覺得自己完全冇特色嘅，讀書又唔係讀得叻個人，外形又唔係好個人，又唔係聰明，又唔係醒目，運動又差，唔知做乜嘢。咁佢唯一係有興趣就係畫公仔，係覺得自己畫公仔比人哋靚。咁就同另一個同學就成日交換佢哋嘅漫畫。咁佢讀完中學之後咧，佢冇讀大學，就諗住去東京度揾機會就做漫畫家。咁去到東京之後，但係全個日本有1.2亿人啦嘅中意畫漫畫嘅人亦都太多，佢係競爭唔到。咁佢做咗2年其他行業嘅，係完全冇機會可以俾佢投稿畫漫畫。咁佢後屘諗下，就係、是、即使佢畫得同宮崎駿一樣咁好，但係呢個世界已經有宮崎駿，唔需要佢。或者佢畫得手冢治蟲一樣咁好，但係亦都唔需要佢。咁佢點樣可以突圍而出呢？咁佢就畫翻自己嘅故事。咁佢第一本書叫150cm 的生活。咁佢因為150cm 高啦，咁佢就畫翻自己點樣做點樣咩？咁然之後呢兩本書一個人的狗回憶就係講翻佢細嗰時點樣養狗啊。咁一個人的暖夫婦就係點樣浸温泉啫。佢全部都係畫翻自己啲個人經歷，但係都幾好睇，幾得意嘅。咁當然係幽默咗同埋漫畫化啦。咁佢真人冇去畫出嚟咁得意啦。呢、這個你哋遲啲上網睇翻啦。呢啲都係，因為對你嚟講比較深啲。咁呢本書係都適合初中生睇嘅，你哋不妨圖書館借翻嚟睇啊。就係、是有好多人咧會覺得點解我爸唔係李嘉誠呢？或者點解我爸唔係馬雲呢？點解我阿媽唔係李嘉欣呢？點解我屋企冇人哋咁有錢呢？點解即係會覺得點解我與生俱來係唔係好似人哋條件咁好呢？咁你可以睇下呢本書啊，呢本書幾好睇㗎，就係喺1950年啦，1945年嗰時，咁係
大家知道1945年原子彈投入去港島同埋長崎啦。咁呢個男仔嘅爸爸咧係港島人嚟嘅，咁佢翻去睇下，想睇翻自己嘅故鄉點，點知就有輻射，咁就死咗。佢係遺腹子，咁佢媽媽咧一個人要養幾個人係養唔到，咁就俾咗佢阿嬤，即係俾咗佢媽媽再養啦。咁佢跟阿婆生活，咁佢跟阿婆生活，佢阿婆都好窮噶，係四點幾清晨四點鐘就做學校嘅清潔。咁所以你哋平日不妨咧對校工啊、清潔啊，或者任何一個人咧好少少。咁佢就做清潔啦。咁然之後屋企好窮，咁佢又冇錢。咁佢係讀小學嗰時咧，咁樣有時係冇飯食嘅。有一日放學咧，話俾阿婆聽話，阿婆好肚餓啊。阿婆話：你幻覺嚟嘅。咁瞓啦，咁話咁我出去玩啦。咁佢阿婆話：你唔好出去玩啊，玩完之後仲肚餓，你瞓覺啦。佢話日光日爆，瞓唔著喎。佢話：瞓得著㗎啦，你幻覺。咁佢就瞓啦，瞓到半夜醒咗，然之後話俾阿婆聽：阿婆好肚餓。阿婆話：你再瞓啦，冇㗎咁樣。然之後佢第二朝起身翻學啦，我話：阿婆，我要食早餐，我好肚餓喎。咁阿婆話：你翻學校啦，翻學校就有午餐食啦。因為學校咧下晝嗰時政府有免費午餐嘅，咁佢就翻咗學啦。咁就係佢阿婆，永遠係用好樂觀、好幽默嘅態度，係面對佢嘅困難，佢哋嘅苦困。咁佢想學一種運動啦，咁佢哋梗係冇錢買波鞋，冇錢買任何嘢。阿婆話：你跑步啦，跑步咩都唔使，佢赤腳都可以跑噶嘛。咁佢跑，咁終於佢喺校園度跑下跑下，係成日都攞冠軍啦。咁然之後咧，運動會啦，啲人運動會有媽媽啊，有爸爸一齊去啦，因為佢阿婆咧係驚俾人取笑話，點解你阿媽咁老嘅，又唔知係阿婆啦。咁佢就只係自己帶一個咧，得一粒酸梅嘅飯盒翻學。咁佢有一日咧，即係運動會之後咧，跑完步咧，咁喺度食個酸梅飯，想食酸梅飯嗰時咧，佢個老師咧就同佢講話：，我今日好肚痛啊，可唔可以同你交換飯盒啊？佢話好啊，咁樣咧就將個酸梅飯換咗。咁佢老師就俾咗個好豐富食物嘅飯盒佢，咁佢就食得好開心。咁就第二年咧，有個第二個老師又話俾佢聽：我好肚餓，我好肚痛啊，可唔可以同你交換飯盒啊？佢話好啊咩？咁第三年又有老師同佢講好肚痛咁樣喎。咁你知唔知點解啊？應該知啦，就係老師係因為其實嗰時全部都窮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佢哋戰敗國，咁佢就好想去每一年有一餐豐富嘅飯，但又唔想話俾佢聽我請你食飯啦，咁就用呢個方法令佢好體面咁樣咧，就得到係好營養嘅午餐，同埋食得好好啦。呢啲就唔介紹啦。呢、這個知唔知邊個啊？係啊，德蘭修女啊，知唔知佢生平啊？嗱，唔知嘅話睇本傳記就知啦。所以我好中意睇傳記嘅。咁呢個香港短篇小説選啦。咁有啲同學話我唔知點樣係揀作者喎，唔知睇咩人好喎。咁你就睇小説選啊、散文選啊、新詩選，因為佢就集合咗係差唔多嗰段期間最好嘅作品。咁呢啲選集咧通常有我嘅。咁大家就可以睇翻。差不多有十幾本選集都有，咁你睇完之後，你會覺得關係山寫啲嘢好好喎，咁可以睇我嘅即係自己個人作品啦。如果唔係，你話唔係喎，覺得新奇士即係第一個作者咧寫得好好喎，咁你就睇翻新奇士嘅個人作品啦。咁然之後成集係啊，好似新奇士產咁樣咯。呢個係筆名嚟㗎，唔係真名嚟㗎嚇。咁然之後，譬如你話唔係喎，覺得如飛又好好喎，如飛又係筆名嚟㗎。咁你就睇翻佢嘅個人作品，就係睇完小説選之後咧，你會唔使人介紹，就係憑你自己中意邊一個人嘅，咁你就繼續睇佢嘅個人嘅作品。我自己係好中意由讀初中開始啦，睇開一個作者，睇開一個作家，覺得好好睇啦，會睇曬全部作品噶，都有少少強迫症咁樣。咁所以咧大家會覺得阿成啦，阿成都會值得介紹。是內地作家，除了阿成之外，還有沈從文啊，同埋呢個《大江健三郎》，因為時間所限，我唔講啦。咁你哋自己有興趣可以睇翻我 Facebook 入邊點樣寫。咁同埋同學有冇睇過《小王子》啊？有啊，哇！你哋都睇好多書喎，塞過曬喎。咁我入面我寫專欄咧都有寫過正話佐賀阿摩嗰本書嘅，呢一個《自劍士天才》都係啦。
有少少時間，咁你哋想我繼續講下讀書啊，定係想講下點樣改善你哋嘅作文咧？咁喺講呢啲題目之前咧，我就想講我讀中醫嘅，就係你哋坐嘅姿勢係大部分錯咗嘅，知唔知點樣坐啊？係啊，因為你哋點樣坐係會影響你哋點樣讀書，係會影響你哋以後點樣嘅人生點樣走嘅。因為你嘅脊骨啊，你嘅頸椎啊咩，咁我會寧願你讀少一本書，好過你嘅頸椎有病。因為頸椎病通常是五六十歲才有的，因為成日揼低頭，但而家是十幾二十歲都有，其實呢個是不應該的，因為城市人的壞習慣。咁頸椎有七節的，你哋成日揼低頭睇機就咩？坐的姿勢咧，就是第一嘅就是不要翹腳啦，因為翹腳會壓住你啲血管啊，影響血液循環。第二就是平放在地下，坐得好舒服，個膝頭哥同埋對腳最好是九十度角啦。即係個膝頭哥同埋個保持九十度角，咁然之後咧，你雙手咧好舒服咁樣放喺大腿度啦。咁你而家坐好咗之後，你會覺得自己精神百倍啊？應該係嘅，你慢慢感受一下啦。就係、是、有時你上堂咧會覺得啊唔得喎，點解咁悶嘅？上曬堂好想瞓覺喎、啊，就係、是、你諗下，其實你坐得唔好。咁你坐翻好嘅姿勢，你等個大腦咧多啲血，所以啲人咧成日話食完飯之後飯氣攻心想瞓陣咧，係健康嘅，就係因為你食完飯之後，你好多嘅血液啊，剩要去個消化系統嗰度嘅，咁你個腦咧係會少咗血嘅，咁所以你食完飯之後咧唔好讀書，休息一下玩一陣嚇。即係其實你最中意就聽食完飯之後唔好讀書，瞓醒覺又唔好讀書，全日都唔使讀書，咁唔係嘅。咁就係乜嘢係時間係讀書最好呢？就係你清晨起咗身，咁你有啲學校咧會安排早讀嘅，就係翻學嗰時大家讀一本書，或者你每日用五分鐘、十分鐘睇一本書，慢慢睇幾頁。咁嗰時咧你係最吸收嘅。咁同埋你考試都係。咁有啲同學咧會覺得我考試已經好勤力嘅啦，點解我成績咁差嘅呢？呢、這個世界有幾種有幾類人嘅，有啲人咧個大腦似攝影機咁樣，睇咗本書之後咧完全記得，睇一次咧，譬如讀醫啦，讀醫要記嘅嘢已經好多噶啦，睇一次就全部記得曬，咁然之後咧考試咧九十分一百分，咁呢啲人唔使學嘅，因為佢天生嘅。咁我哋要學嘅咧就係我哋點樣係將讀咗嘅資料記入腦咧？有冇同學係會通宵讀書噶？冇啊？有啊？你由今日開始戒咗佢啦。咁樣係冇用嘅，因為咧你讀書，譬如你聽日考試，你話唔得，我要臨急抱佛腳，我今日一定要點樣都讀曬佢。但係你讀咗係冇用嘅，你只係浪費時間，你記唔入腦，因為你個重點係你記入腦係隨時可以攞翻出嚟啊嘛。咁你係應該讀完書之後，無論如何你都俾翻幾個鐘頭自己瞓覺，因為瞓覺咧係一個等大腦休息，大腦休息咧佢就會將你之前讀咗嘅嘢咧記咗入去，然之後咧到你考試嗰時咧攞嘢寫翻出嚟。咁有啲同學咧會讀完書讀到好熟啦，然之後考試咦條題目我讀咗嘅喎，點解一啲都唔記得嘅咧？就係咁樣啦。咁你哋咧係習慣飲食啦，飲食注意健康啦，就係俾翻自己多啲蛋白質。同埋多啲營養，就唔好食太多垃圾食物。咁然之後咧，你讀書嘅話咧，你最緊要百分之一百肯定咧，你係瞓醒覺先再考試。咁你試過之後咧就唔同噶啦。咁我試過有啲同學咧嗰時讀呢個都轉到就順便同大家提一下啦。你有冇人識呢只貓啊？佢叫小玉。就是想話創意是幾咁重要咧？就係、是、有一條日本嘅鐵路咧，因為啲人口遷徙，日本耐唔耐就啲鐵路變咗廢鐵噶啦。因為人口遷徙，需求嘅人少咗，冇人咁，然之後咧，咁、那個站長阿伯啦，呢隻手嘅，咁佢咧就有一次就見到隻野貓行過啦，咁佢就捧咗佢，就俾頂帽佢戴，就叫做站長，叫佢小玉啦，改咗名。咁之後咧就好多人四方八面嘅遊客咧就去揾阿小玉，去探阿小玉。咁然之後咧，小玉就紅咗啦，嗰條線咧亦都係大紅啦，好多佢嘅商品啊發咗達咁樣。咁我去嗰日咧，本來小玉唔當值嘅，有佢嘅第二代當值。但係因為有個英國電視台訪問佢，咁所以小玉就嚟。呢啲就係小玉嘅商品啦，我都買咗幾千 yen 嘅。所以就係咁樣，係我哋會覺得
怎樣是可以培養自己的創意呢？有創意的話，你不需要花很多時間，你只是一個很好的點子，你想到一條很好的橋，那你就可以將整樣東西就是說這個是他的第二代來的，即是替他供，即是有時小玉翻一三五，這個翻二四六，但小玉就紅很多了。然後另一個呢，天才呢，就是都不得不讚的是這個幸福站呢，也都是一個廢站來的，就是沒有了，但是因為他的名字實在太好了，所以呢也都是保留。另一個是這個世界非常非常聰明的人想到的點子呢，就是在玉山 的動物園呢，本來是快要倒閉了，因為它是全個日本最北的動物園，是沒有人去的，在車站上都還要搭九個字，然後呢個管理員就想起不如找些企鵝出來出巡，那他們就說好啊，然後呢現在全世界的遊客呢都去看企鵝出巡，每天有兩場的，有七隻帝王企鵝，那走得很有趣，然後很多當地的幼稚園學生都去看的。那出巡的時候呢，有些管理員陪他們，那些幼稚園學生經常的企鵝走過，好可愛啊，好可愛啊，那那些管理員說你們還可愛啦，這樣啦。所以就是你們是怎樣學好自己的語文，學好自己的知識，然後呢是面對回這個世界，哎呀28分了，只剩兩分鐘就是每一次講座我都會覺得是我很想跟學生講，每一個作家很想跟學生講，每一本書是希望你們有問題的話可以問我，而我能力範圍之內可以解答到，讓你們的學習更加輕易，更加可以是達到目標。但是每一次其實都不夠時間的，所以我就想起就做一個 Facebook 啦，咁係主要是介紹啲書嘅，即係大家唔使擔心啦，唔會影好多相出嚟嚇人嘅。咁所以咧呢一個你哋都不妨翻屋企再睇下，就係有時係我哋睇創作，你點樣寫一個比自己聰明嘅人？呢一個就係最佳改編劇本嘅編劇寫嘅內文，咁你哋可以睇翻去內文點樣係寫一個。咁其實最簡單就係你睇下啲聰明嘅人點樣做啦。咁而大關鍵三王呢一節，我都會希望你哋翻屋企再睇翻，因為後邊係舊年寫嘅。咁佢入邊係介紹咗好多書同埋好多嘢。咁如果你哋有問題嘅話咧，都可以喺Facebook 度留言發問。咁我會好希望啦，我遇過嘅每一個學生啦，咁我就一定會唔記得你噶啦，因為出咗學校。咁但係我會好希望你哋係記得睇書，係記得點樣令自己變成一個更優秀嘅人。咁香港嘅未來係你哋建設嘅。咁只要你哋係一個非常之優秀嘅公民，你哋中意閱讀、中意寫作，你哋語文程度高嘅話，香港一定會變成一個更加美麗嘅城市。咁我亦都係受惠嘅。今日講座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真係好多謝關麗珊作者啦，因為咧其實我最初入嚟禮堂嘅時候咧，即係好似一般嘅組會咁樣咧。我都約略知道是什麼，但是今天一到聽的時候呢，我覺得得著真的很大。我知道我們早會的時間不多，給到關小姐的時間都是不多，不過呢剛才呢一到聽的時候，我越聽呢我就真的越有趣味，越聽呢我就覺得是的，我自己呢都真的很多時將時間呢放在一些可以用得更好的，用得不夠好的嘢，應該用得更好咧，就係真係睇多啲書。頭先咧，其實關小姐咧係講咗話，即係時間其實咧，我哋比關小姐真係好短。大家每日嘅時間其實都唔係好多，你點樣去用，用得佢最好呢，這個好重要。讀書加見聞，你見到咧，關麗珊小姐咧，佢唔單止淨係講 鼓勵你哋去睇書，其實佢仲講咗去到好多嘅見聞啦。
小玉那隻貓啦，還有他去到其他地方的時候一些的體驗啦。所以讀書是家見聞，就不是說讀萬里書不如行萬里路，其實行路去見聞重要，看書一樣重要，因為看書呢就將人家的精髓呢你可以很短時間已經吸收了。還有他還講了很多健康的知識，譬如剛才我都見到有些同學呢可能坐的時候不是貼著張凳不好啦，關小姐她提醒你們很多東西，在課室裡面不是說你們側埋個頭不要緊無所謂，不是的，因為健康是很重要，你有了健康你才會有那個精力去做很多東西。下午睡一睡覺我知道不行，大家想不想四點鐘放學？如果想四點鐘放學，我們就 lunch time 之後我們就大家一起5:20，5:20之後，跟住咧就唔係3:20放學啦，我哋咧就全部4:00放學，咁大家嘅放學活動時間就可能會減少啦喎。喂 ，anyway， 呢啲係可以諗啦，係咪啊？咁仲有咧，最後記住啦，嗱，今日咧提咗大家，我哋要有一個優秀嘅世界，首先就要有你哋願意做優秀嘅人咯。OK， 好多同學都願意睇書嘅。找一些你自己喜歡看的，我們又看看會不會第二次真的可以安排長一點的時間，讓關小姐來到我們當中是再 enlighten、令到我們可以更加闊我們自己。好多次好多謝、好多謝曬，多謝 OK， 我們給熱烈的掌聲、關麗珊作者，多謝曬。多謝關麗珊小姐，希望各位同學聽完今次的講座可以有所得益，感受到閱讀的樂趣。如果想看她的書的話，可以去圖書館借閱，或者在圖書館這幾天的小書攤內選購。再次多謝我們今天的嘉賓關麗珊小姐。